了有效防堵肺炎疫情，五结乡公所特别采购了四部红外线热影像仪，设置在五结乡立幼儿园以及立泽分班、五结乡公所跟乡立图书馆四处做防疫的体温监控。尤其幼儿园的师生人数大约是660人，连同家长早晚上下课约有2500人次进出，透过红外线测温做好筛检工作，多一份把关，让家长跟师生们可以放心。所以五结乡公所就购买了这个四部的热显像仪，那最重要就是装设在五结托儿所的五结园，还有立泽园，以及五结乡公所，还有图书馆。那我们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在幼儿园，每天差不多有2500人次至3000人次，会伫这个两个环境来出入。所以这个出入的时阵，老师若每一天拢用手拿耳温枪这样子打的话，那会造成这一个群聚，甚至于排队的一个慢。全会转长，影响到进到学校来上课，所以五结乡公所确认就决定来买这一个现象。家长带小孩子来时阵，都可以当获得更好的这一个体温的这一个测量以外，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环境。由于五结乡立幼儿园严格落实单一出入口测量体温跟洗手。无发烧及呼吸道症状的人才可以入园，但出入人数众多，使用耳温枪难以应付，所以红外线热影像感测仪设立后，不仅可以减轻人力负担，也缩短排队量测的时间，避免群聚感染。那因为我们的人力不足哦，导致会有排长龙的现象。那因为买了这个热显像仪之后，节省了我们人力哈，还有节省了家长的排队时间，也节省了那个群聚的感染机会哈。在这边非常感谢公所能够给我们的请购这个热显像仪感测仪哈，很敏锐度很高哈。那如果说小朋友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，如果有发烧的症状的时候，那个热显像仪会叫，有哔哔叫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用耳温枪确认，然后到班级还要再洗一次手，还要再测一次耳温。除了幼儿园以外，五结图书馆每天平均进出大约有120人次，五结乡公所每天也有200人次进出。乡长沈德茂希望透过科技仪器为五结的防疫升级，不仅确保师生们的健康，也让出入公共场所的民众更加安心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。